静候派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我的节目是有限的胡耀邦、赵子阳，无限的学生运动。为什么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呢？为什么一无限和有限作为今天一个关键词呢？我们都知道，公司法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有限责任公司，一个是无限责任公司。区别其实是一个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呢，所有的责任以公司为限，比如说这个公司出现一个债务，那么是由公司的责任来承担。如果是无限责任公司的话，那个责任就会牵涉到法人，就是你这个股东两个或者三个股东甚至更多的股东，你不仅要把公司的财产赔出去，甚至会把你的家庭的财产就赔出去，这就是无限的责任。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运动或者是政治领导人，他的有限或无限，我们也应该做一个思考，做一个比对。你比如说这个8964这样一个学生运动，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都在思考，为什么赵子阳不能够像叶利钦那样站到坦克上去振臂一呼，甚至为什么方励之才64的时候，才63的时候关键时刻或者很长的时间没有进入天安门广场作为一个引导者或支持者。这样一些话题，但是言论自由也是在尽管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也是在思考这样一些后面的一些因素。如果不提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去思考这样一些背后的问题。胡耀邦跟赵子阳在中共体制内的权力是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因为非常有限，其实他们是作为一个邓小平的一个棋子，一个尝试改革开放风险的一个棋子，我们把它定位在它作为一个整体布局当中的一个棋子，我们就知道他们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或者是承担一个炮的作用，或者承担一个车的作用，或者是承担一个马的作用，他们只有一个棋子的作用，所以他们是有限的。而邓小平是无限的，邓小平可以动用所有的棋子的力量把这个棋子给废掉。那么在历史的关头，为什么赵子阳到广场或者赵子阳提前能够振臂一呼像叶利钦那样的，这后面就话题就非常宏大了。简单的说，苏联或者俄罗斯这个国家是出大帝的国家，近现代是出大帝的国家，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一直到后来的这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至现在的普京，你都可以看到他们非常鲜明、非常独特，只有普京精神，甚至有沙皇那种气派、那种遗留，这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你比如说苏联的这个共产党领导人，能够赫鲁晓夫能够悍然的批判斯大林，公布他的罪行，现在还是一样，他们是如西方的这样一种颠覆和
革命或者是否定精神的，而中共的领导人，你看看，一代不如一代，每个人都在继承，每个人现在他们搞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几乎都长期培养了是一代不如一代，没有否定精神。所以现在出现一个习近平，反而有这种，他觉得自己应该比肩于这个普京。他跟普京聊天的时候，对话的时候说我就是你这种性格，我们很相像。可惜，他不能成为一个否决中共意识形态的人。如果他敢否决，毕竟普京是一个。无论怎么讲，他整个社会已经发生转型，只是他现在是民主社会，或者是准民主社会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这个国家的转型，但是中共，我们看到这个政权的无限性，从邓小平到现在最高领导人无限权力，所谓把公权力。关到笼子里，习近平也提过。那谁能够把习近平的这样一些权力关到笼子里面去呢？谁当时能够把邓小平的这种暴虐关在笼子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力量，无限的一个权力，可以透过人们所有的底线，都在邓小平的手中。体制内的人才能知道。共产党这样一个机器，许多的人都只能充当一个棋子或螺丝钉，或者是一个部件的作用，不是说你振臂一呼，你随时所有的这个人马，你身边的所有的人马，立即都众叛亲离，没有任何力量。方力申呢，就更。不说了，方力申86学潮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常务副校长，只是说在合肥这样一个有限的地方，支持了一场学生有限的运动。其实86学潮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学潮，尽管它没有带来神力的成果，它的目标和动机和它的契机都非常单纯。就是争取普选权。科技大学86年，科技大学就发现人民代表，大学的人民代表是被内定的。他们突然觉得这个共和国是这样一个玩法，这一种游戏，这不是侮辱所有的人的智力吗？科技大学当也是一流的大学，无法忍受这种侮辱，政治侮辱。愤而起来，影响了北京，影响了上海。从它的目的性，从它的规模，从它的方式来讲，当然还有这个方校长的支持，我觉得它是一个小规模的，是一次非常好的一次学潮，因为它没有带来重大的牺牲。当然。这次学潮也直接影响了89学，为什么？这次学潮牺牲了胡耀邦，胡耀邦因为没有没有这个旗帜鲜明的站在邓小平一边，邓小平视其为动乱，视其为颠覆。违反思想基本原则，所以，而且此时，胡耀邦还某种意义上来讲支持邓小平下台，从意识形态到具体的个人权利、权益，都迫使胡耀邦下台，因为胡耀邦下台，赵紫阳匆匆上台。体制内就那么几个改革派，
有人性的人就那么几个，其他的左派极端的力量都虎视眈眈，都在等待着机会。所以，我们学生，我们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南海这么一个小坑水有多深，里面的这样一些巩龙级的人物，这样一些法西斯势力，为了一点点权力、家族的利益，不惜牺牲所有人的生命，任何一级的力量，任何可能的改变，都要虐杀掉。邓小平这个时候在玩一种平衡，邓小平一方面看到这个世界会必须有政治改变，他是清楚的。到了美国，而且他留法的背景，邓小平只是在这个玩平衡的过程中，这个把持不住自己，最终选择了站在了邪恶的力量、毁灭民族未来的力量一边，为了家族的利益。围绕利益集团的利益，无限的权力是在这样一个红色专制、红色利益集团，在这样一个人、一些人的手中。所以，我们去指责或者是批评，我们要把它放在当时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中。当然，你也可以鼓励刺客、荆轲这样，或者是这个乌素、这个就读书、公平政变的那种方惨烈的方式，也可以去鼓励。但是这种事情不是鼓励出来，只能自己，或者是只能突发性的出现一个人物去做。我们谈运动的时候，我们只能从一种普遍的原理，像公开下棋一样，一切都明着来讨论这些问题，来推进经过社会的变化，这是一种和平的、理性的。如果我们陷入一种，如果我们激烈去推崇一种暴力的、血腥的方式，我们就会陷入共产党的模式。最后是一种暴力的阴谋的一种循环之中。关于这个有限或无限，我比较了中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些不同，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较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民族精神、武士道精神。我分析这个甲午海战。当时清朝的这个技术力量，并不弱于日本。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大清，之所以不能够战胜俄罗斯，日俄战争中，甚至进而侵占中国，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是向死而生的精神。他们每天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死，怎么光荣的去死。整个社会的这种中坚力量、军方力量，都具备这种精神。我们看美国的那个电影，去年前年，这那个海岛之战，实际是一个宗教战争。这边的主角，美国的主角是一个宣扬和平的，不愿意去开枪。钢之岛包围战。不愿意开枪的士兵，一个宗教背景的，一个原教旨和平主义者，而对手呢，就是那种武士道精神，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尊佛一样，那是东方精神的一个精华，那不是西方精神。佛教的那种沉静，
儒家的那种孝忠，道教的那种通书，三种精神凝聚在五四身上。五本来是武侠，在中国变成了四，就是有品格、有道德追求，它是一个四。中国是文四，日本是武四，后面有一个道，上升到哲学或宗教境界。我们整个的广场有很多的学生具备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但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脊梁、肩膀、中坚力量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吗？如果不具备，只有少量的人具备，少量的人就成为牺牲者。一个民族必须整体具备一种力量，这就是一种无限的力量。我们如果整个民族不具备一种无限的向死，就是精英分子不具备一种无限的力量，宗教力量，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害怕宗教？宗教有组织，有精神，有形而上的追求，甚至有向死而生的力量，这是共产党敬畏的、恐惧的、害怕的。所以才剿灭所有的宗教里面，把它变成所谓中国特色的宗教。无限的力量，二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不自由无宁死。这些都是由，这是用极端的价值追求上升到宗教的境界。这就是我说的无限的力量。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所有的学生，大量的学生，某种意义上来讲能够达至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整个社会无法达到。但是呢，我们的学生运动呢又是一个无限的运动，我们是无限的拉长时间，甚至我们要冲击新华门，这些都是冒，这些都是具备风险。我现在是似乎是在批评我们的不足，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们要思考。八六学潮因为是冬天发生，很快过春节，学生们回家了，运动平息了，变成一个有限的运动。我们的八九学运呢，因为六月份马上就到了放假，外地的学生有大量进京，我们就变成了一场无限的运动。无限的运动，我们真的是在追需要一场无限的运动吗？学生的有限总体上来讲是和平的，当然也有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些突发的事件是计划的吗？不是。所以我们整个的是因为过于宏大，过于无限，所以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阶段性的增起民主进步的可能。无限的话是中共恐惧啊，你这样一个无限，那么我们中共就没有退路了。所以我们打仗的时候，如果把敌人逼急了，敌人背水一战，而敌人更为凶残，更没有底线，拥有所有的武器，无限的力量，我们一无所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打这样一场战争呢？我们需要一场无限的战争吗？这个时候会有人说，又是一种合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李中克用这些帽子没有意义，戴这些帽子我是觉得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有限的，比如说八六线道是有限的，就是争取这样一个弧线宽。这个如果是慢慢的推进的话，而且后来确实是出现了一些亮点，舒志荣是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是吧？慢慢的推进和平的改变，可能是更有效果。我们把镜头往前推，八九血潮所有的事情，这一百年所有的运动当中，都已经发生过了，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过。我就随便说了，你比如说，这次八九血潮是纪念胡耀邦，那么四五运动，1976四五运动是纪念周恩来，纪念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很奇怪。但是共产党的主流社会是非常痛恨，因为所谓的四人帮还有毛泽东集团已经抛弃了周恩来，而周恩来当时在社会当中的形象，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人，似乎。现在的他的形象肯定是早就已经倒塌了，但是当时不一样。纪念中共的领导人，某种意义上呢，就是敌视，或者是嘲讽，或者是利用这次机会来表达社会的一个抗议。当时支持的甚至是邓小平，那邓小平一看，现在支持的是胡耀邦，八九支持胡耀邦，胡耀邦是一个我的敌人，你支持他，赵紫阳又隆重的纪念他。整个血潮是不是一场阴谋？针对我的，邓小平从骨子里面就已经开始敌视这样一种和平运动。其实我们学生有谁来陈子明啊，这个王俊涛都是四五运动的，这个他们是老前辈了，好像很年轻就已经参加了。就是我们如果广场不撤离的话，属于千级的学生，包括我，最后就会被乱棍打伤，然后丢在这个中山公园。后来是还有不少的同学、市民是被抓进去了，遭受酷刑。我们其实当他们开枪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完全的撤离，这是我现在想，就是他们原形毕露的时候，这些生命为什么要去未尽虎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时间来获得最后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必然是自由民主宪政的胜利。共产党无论多么张狂，这些老共谋们无论多么血腥，时间都会消灭他们，人民最终会埋葬他们。
把它们记在绿色的植物中。一时的空间里，我们战胜不了它，我们可以通过时间来战胜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手无寸铁，不可能在广场、在长安街跟他们决战。我们不要想象无限，不要追求无限，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有限的一个进步，一些成果。说到无限，五四运动，学生争取的是什么呢？一个国家利益。山东青岛在驿站中，日本人动用军队对德国宣战，夺取了这个青岛。那么，按照国际的这些大佬们的准则啊，这个就日本人打的嘛，日本人参加了这个驿站嘛。日本人夺得青岛，那就归青岛，那归日本了。那你学生运动，当然最终是没有签字。那你学生运动早干嘛去了？你应该组织义勇军去把日本在一战的时候，不要让日本人去夺取这个青岛，直接发动这些军事力量，或者自己就去把青岛给夺了。整个五四运动追求的不是当时整个社会这种宪政，或者是各个派系，整个精英的力量没有用在整个国家的这种政治建设和和解上。五四运动开始，学生就喜欢用暴力了，共产党就开始在后面了。后面一系列的运动，整个学生运动。五四之后所有的运动，一直到建政之前，全部是共产党在操纵。我们翻一翻胡耀邦、今朝的杨才，1925、26年的这个小学生时代、小学校时代，他们本来都是读私塾的，他们为什么人比较好？因为小时候有家教，有传统的文化。人文人性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底子是不错的。但是他们一上这个学校之后，他们学校的老师才就24、25、26年代、26年的时候，全都是共产党员了。共产党21年成立，4、5年的时间都已经渗透到江西的这个胡家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村庄学校，渗透到河北。赵子阳的这个学校当老师了，共产党的渗透能力多么的强大！318惨案，就是李大钊受这个斯大林的指示啊，斯大林就在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了，要扶持中国的力量，共产党封一开始封。不培养，大力支持军事经费或这个武器装备的丰入祥，后来丰入祥不行，就开始支持国共不北伐。318惨案就是李大钊在前线带领学生故意制造的血案，大家去翻翻资料，甚至在斯诺家里开会，甚至组织了一个非政治性的机构，因为在当年山东发生这个洪涝黄河水体，正在救济山东，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背后就是共产党在操纵学生，名义上是搞慈善。为什么现在共产党一定要做一个公益组织，或者是做一个推动民主，他都觉得有外国势力干涉？有方励之他们的黑手，刘晓波的黑手，其实共产党一直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幕后的所谓的一个外部的力量，因为美国不玩这一套，而当时的苏联一直在玩这一套。共产党所有的学生组织运动后面都是有
一整套的方案。共产党就得当年他们就是这么玩的呀。三一八惨案后面就是李大钊啊，1219运动，1936年、1935年这样一个时代的这个学生运动，姚依林就已经进入角色了。姚依林这个也是非常清楚。哦，对，刚才说串，就是姚依林当时就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山东黄渤追口赈灾这样一个行动，这样一个组织做幕后的动员。最后这些学生运动者要不已经是党员，要不后来慢慢的发展成党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坚力量。而在早期的就是段祺瑞时期，学生的很多的运动，警察或士兵都保持着这个极大的克制，甚至只要大型的学生运动开启了，这个市政府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国民党政府都会派高官并学生进行沟通，取得学生的谅解，甚至大家去看看那个张明先生写的那个北洋方面的书，他做了一个总结，非常有趣。当时学生很野蛮，军阀很温柔，这个概括非常有趣。为什么呢？当时的学生确实是社会精英，中国传统社会的尊师重教是整个社会包括军阀对这些学生对大学老师都非常敬畏，所以学生在一般的运动之中都能得到尊重，而学生自己呢就表现出一种暴力的形象，无论是五四运动、1219运动，全部都是共产党故意制造起来，表现出一种暴力。尽管五四运动一开始并没有共产党在后面，但是那是共产党的一些倾向于共产党的，或者是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它是共产主义运动或者是共产党运动的一个开端。共产党的史书上也是这么写的。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还有就是当时的这个军警，他们就像现在的这个小区保安一样，他们的身份是非常低的，拿的薪水也很低。出了事之后他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他们对这些学生按照这个传统社会，他们很快就会进入主流社会，所以这些保安们是很难跟这些业主的这个公子去较劲儿。到了89呢，到了共产党之后呢，这些军警们他觉得我是共产党的这个武器，他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对学生，基本上就没有当年的那种敬畏之心，也没有什么同情了。共产党就是这么多年，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流氓化。31年的这个1219运动呢，它是当时国共已经分裂了，所以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因为26年你看看共产党都已经下沉到很基层的底层了。而且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家可以看到，上千万的农民都被共产党组织起来，成立了组织，分田地、打地主，整个社会已经被共产党闹了个底朝天。蒋介石已经不发容忍，共产党开始组成军队，甚至已经开始组成这个苏维埃政府。
国民政府无法容忍，造成的分裂。一分裂，苏联最开始就是大力的支持共产党，军事顾问或军事这个经费，各种各样的指导。所以这个，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学生运动是被共产党无限的利用的，被共产党无限的利用，包括后来的那个1946年的这个沈从事件，都被共产党做成一个反美的行动。他经过这个中共推动的这个学潮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就是从五四之后，从段祺瑞执政1984年开始，苏联就已经开始在培植中国的政府力量，就是我要扶持一个政府，而西方的力量，包括日本，尽管也有这样的一个图谋，比如日本对孙中山的支持。但是日本还有所谓的八国，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这些国家，其实是通过条约、辛丑条约，通过后来一系列的条约，就是中国政府达成一个所谓的开放或者市场开放，它要的是一种国家资本的利益或市场，而后来日本或我国呢？因为靠地缘政治原因，直接在中国形成一个交锋。但是俄罗斯基本上是花费巨大的力量，支持了，不断的支持培植自己在中国的势力。所有的学潮，就是共产党都有，共产党在幕后操纵。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棋子，今天呢就是借着这个六四的话题，思考一下学生运动与共产党的关系，学生运动在共产党之下，学生运动是怎样处理，怎样认识？有限和无限，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或者是学生运动，还有不断的有机会，在这样一些机会当中，怎么和平的，怎么去推动这样一些社会的进步，要想清楚，无限和有限。也要意识到，共产党内部的一些积极的力量，他们的有限和无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呢就讲到这样，就讲这一些。我希望大家呢去翻一翻，重新去翻一翻海外的公开的一些资料，甚至网络的资料，去看看共产党。穷尽一切手段，对整个国家这种渗透、意识形态的一种洗脑、鼓动、煽动，或它的血性。共产党这种方式，现在为什么整个西方现在开始围剿共产党？共产党用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初期的那些方式。湖南农民运动方式，或者成立一个什么这个学术这个公益组织的方式进行包装，采用这些方式才向西方进行扩张，才进行渗透。共产党已经取代了当年的苏联，俄罗斯甚至不成为西方这个最险恶的敌人，而共产党这样一切手段的一种方式，这种隐蔽的方式。
成为整个文明社会比这个中东的那些恐怖分子还要恐怖的一种力量。因为他利用年轻人，记住隐蔽性，全方位的渗透到通过底层的这样一种渗透，他办孔子学院，或者通过一些商会，穷尽一切力量来进行一些，来影响整个社国际社会，一带一路是他们的大后方。而欧美的渗透是他们的前沿。当时蒋介石怎么败的呀？蒋介石这个打字员都是共产党党员，打什么文件共产党都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有什么好玩？又怎么能够跟共产党对垒呢？现在整个西方，像不像当年这个延安时期共产党对付的这个国民党的状态？共产党看起来它是在一个窑洞里面，看起来在一个地方，但是它的知觉，它的这样一个渗透能力，利用年轻人，你看现在 TikTok 上面那些五毛们，都是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知觉的延伸。共产党是一个无限的力量，它如果不实现全球的这样一个赤化或颠覆，他的这个使命无法完成，因为他们对着帘子、锤子镰刀的这样一个红旗宣誓，就是要颠覆一切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都归他们来统治。他们尽管自己不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化妆成无产阶级。好了，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有时间我们再深入的聊这样一些话题。好，谢谢大家。